嗨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 Alice。今天呢，很荣幸的，我们能够邀请到我们的小鱼教练哈 ，Lake Hong。然后他是在这个行业，他是一个企业教练，已经8年的经验了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是要专攻哈，很多的各家各地的这个妇女们上班一族的少女们，还有家庭主妇们，还有单亲妈妈哈。你们如果哈今天哈你们想要很基本的怎么样去创业，把你们的时间变成一个家庭的收入，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参加我们的小鱼教练 Lake Hong， 来告诉你们怎么样去参加这个课程，好吗？谢谢你们。好的，在这个课程里面，我会跟大家分享你如何简单的开始一门生意，讲如何去创业。所以在这一天的课程里面，我会 share 跟大家，比如讲说你会如何去计算你的盈利模式，你的 cost 要怎样算，怎样如何简单去找你的 customer， 怎样如何简单去做 marketing 等这些专业知识。所以好让你身为一名女性能够很容易的顺利的创业。所以如果你对创业是有兴趣的，请加入我们这一天的课程，谢谢你。